妈呀，有点恐怖。下面开始高级凡尔赛，不要了，太丑了，不要，看到就当没看到啊，那个不要。哎呀，怎么又有？哎，都不想弯腰了，又有一个，我到底踩还是不踩呢？哎呀，好像都有点失去兴趣了，怎么这么多？这种大蘑菇一点都不稀奇啊，它长老了就这么大呀。你这么嚣张，怕是会被打。两个，三个，六个，四个，是连群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哎呀妈呀，那六个不好看，不要了。等一下，我好像一个手抓不下，那个嫩，而且长得好看。哎，这里有一个。这么大一片林子，挑三拣四，踩了这么多，都很嫩。我又看到了一个，好吧，去把它拿上来，是让它长得可爱呢。弄一下，这个还是买一送一。这个不好看，不要了。这个长得好圆好圆，好可爱，多么的可爱呀！给它拍个特写，下面一点都没有被冲掉。然后这个，我就很怕下面有虫子。这个老了就变成这个颜色。松一下，标准身材，屁股大，这个屁股也很大，松一下。把它放到，哎，这哪里需要找呀？哎呦，难为你了，是不是一直在向我们招手？没有人看到你，好吧，我把它踩下来。哎妈呀，有点恐怖。摇一下，哎，盖起来。哎呀，这个还能盖得住。